众朋友晚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就是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看今天台股大盘表现，今天是震荡走高的情形哦。今天呢上涨了55点，收在16740，成交量呢来到2744.3亿，量呢又放大了。不过呢，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现象是，除了连六涨、连六单日涨价涨，这个都是上涨的情况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多网友说，哎呦 ，AI 起飞喽 ！AI 真的起飞了吗？还是只是反弹呢？其实我们专家跟大家提醒过，这个目前是一个季线走平翻阳的情况，要进入的是一个中多的行情展开了。哎，是不是跟这个行情有关系？那 AI 也跟着顺风车飞起来了呢？真的这样看吗？赶快请教我们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哎，晶晶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谢老师，连六涨了，所以很多网友开始心情变好了，然后气氛也变嗨了。再加上今天的 AI， 有人说：“哎，这起飞了，是真的飞吗？还是只是弹一下？”我想，如果说整个今天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或者网友们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的原因，我觉得说并不非代表说因为是指数一个连六涨，今天在盘中又创了整个近期整个波段的一个新高上来，我相信应该是跟整个 AI 族群今天的全面几乎是全面的大涨，包含伟创盘中一度拉到接近涨停板，广达也是大涨了7-8%左右，甚至整个光宝科也从整个100块哦，那时候没人要，涨到今天已经来到115、116。哦，技嘉前几天不是因为第三季财报不好，大家天天大家都在看坏它吗？很多人告诉你说，哦，要放空技嘉会跌到多少钱？看到投信天天卖，真的昨天投信还在干嘛？还在卖技嘉、广达，结果。哦、大家手上这些的 AI 的股票今天反弹大涨上来，当然这个反弹上来我们说之前高档套牢的人、当然稍微心情会好一点 点，松了一口气，至少你的那个账面上你的那个亏损的数字至少稍微缩小了一点点，但是可能还是亏很多啦、但是如果、另外一种会觉得开心的是这样啊，这两天抄底买的人马上就是10几-20块的价差，对，你马上就十几块的价差的人，你当然会觉得开心啊。这两天你敢抄底，人家在追被动元件，人家在那边 IC 设计联咏那些什么什么群联，就居住 IC 设计的人，结果还呀短线去踩到踢到铁板，原来下修人家第四季的财报是保守的。其实我说谈到联咏是今天进来谈到，就简单讲一下。好，你看前几天涨到接近500，大家都创新高，大家都看好，大家都很爱看 IC 设计，对，这一波要看 IC 设计。啊，之前连什么 AI 涨，大家都看 AI， 结果 AI 没涨，大盘指数涨了700多点 ，AI 都不动，哦，大家就改口说 IC 设计。结果你说我为什么说谈到联咏是说？好，手上有投资你自己参考一下下了，你真的还要去追它吗？手上有的投资你自己三思停损停利，哦，别忘了，其实联咏跟面板的一个联动指数是比较高的，它是属于面板的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所谓一个 DDI 的一个驱动 IC 的一个IC 设计的一个晶片 IC 设计边这边，那你也知道整个面板的一个报价在第三季已经见到高峰，第四季面板的报价已经开始走缓，甚至开始走缓下来了嘛。好，那面板第四季报价不好，那你说整个联咏第四季财报会好到哪边去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你说明年期望明年会更好，明年面板谁敢说一定会好？我跟你讲都还是个未知数。哦，我想全世界可能只有台湾的期待明年景气会好，也许会好啦，会反弹啦，但是真的能够比2022年还要好吗？很多的产业真的会比2022年好吗？甚至最近今天还在创新高的联发科，是我帮各投资反问你一句：如果你手上有联发科的，如果你还在追想追联发科的人，想买联发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联发科的获利会不会比2022还是2021年还要好？好，今年2023嘛，联发科的获利，好，明年的获利会不会比2021还是2022？就是获利最好的那一年来，联发科涨到1200的那一年，好，获利会不会比那一年还要好？你自己想一想，我跟你讲话，好，大家现在900块还在想要还要在那边追联发科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联发科的未来这一两年获利有没有机会超越，好，1200块上下的那一两年的好？哦，那个营运的高峰期，有些话我善意点到这边。虽然飞屏的手机，不管是南韩的手机，不管是中国的手机，都有触底抬升的动作，但是中国跟南韩的手机，明年确定会卖的比2022年那年还要好吗？
哦，你去想一想，我跟你讲话，这里有就其他的话，我上一点到这边就好了。好，那我相信，其实今天在整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哦，至少，哦，刚刚基金所提到，可能大多数投资的网友会提到的就是 AI 嘛。嗯。哦，那我想前几天，技嘉215到220，不要说你买到215还不是最低耶，最高最低好像213，215那天买的时候，我有跟金讲啊，对，我们有在215下去买啊。是。哦，我就叫我们的家族成员215下去买啊。嗯。就算你没买到215。216、217、218、219、220，我相信昨天以前一定都买得到。是，那你有买，今天一定赚，都有赚到、嗯。因为今天技嘉盘中最高230，对，收盘好像也在225上下附近嘛。对，24.5。好，那整个 AI 族群今天的一个大涨，接下来 AI 怎么看？明天继续冲上去吗？真的？还是急涨不追，拉回再来买？我待会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你。还有就是很多人最近会问到的美债的 ETF， 嗯，你看今天又稍微创新高，因为整个美国的公债殖利昨天稍微反弹一下下，嗯，那昨天稍微反弹，美债 ETF 昨天稍微拉回，对，我昨天又利用拉回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叫做卖达利买美债 ETF， 是，那今天美债 ETF 又涨上来了，哦，已经涨了在低档上来哦，光不到一个月时间涨了将近7%左右，对，还可不可以买？好、哦，还可不可以买？我还是会把我个人操作的原则，好、哦、提供给做参考。毕竟现在很多到现在还看不懂美债在涨什么的，嗯、还在看衰看坏美债的人，还会跟你讲什么？嗯，还什么联准会也在卖债？嗯，因为联准会什么卖债？因为他在收资金嘛。嗯哼，好、哦，他在收资金嘛。大家都知道现在联准会是什么？他 QE 政策已经结束了嘛。哦、除了升息，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收资金嘛、嗯。啊，大家都知道下个月美国的财政部又要发债、嗯，那什么中国也在卖债登现金，目的为了救人民币、啊，目的为了救中国的经济。啊，这么多人在卖债，很多人会说供给过多，供过于求，美债绝对涨不动。干嘛呢？干嘛呢？看、嗯、很多专家看坏，到现在为止还看不懂美债的人，对，会跟他跟你讲。哦，待会我再把我个人看法提供做参考。所以第一个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 我就简单带过去就好了，因为这我觉得观念懂就好了。观念就算不懂，安诺，照着我跟你讲的行情去做就对的。毕竟长期下来你也知道，谈到大盘加权指数，短线我不敢说我是省2%，你不要问我猜明天涨与跌。嗯，我这种我从来不跟你猜的啦。好，我直接跟你讲，我不知道啦，我没那个把握，明天一定会涨，不会跌。嗯，好、哦，因为那种就没有那种就50%的几率嘛。而且说很多专家很厉害，每天在猜呀、啊，猜对他就在节目中说他猜对嘛。嗯，啊，万一猜错呢？就不讲话。对，就不讲话而已啊。啊，你猜对他就拿出来预告说，你看放重播哦，拿 call 讯，什么什么都有。以前很多你也知道，很多的同业专家最喜欢节目做什么事？嗯，放重播带嘛。看对的拿出来放重播吧，不对他会给你放重播吗？我相信绝对不会。但是我讲的白，那我猜明天涨或跌，那短线50%的几率，没什么好猜的。你也可以自己去把握呀。嗯。哦，你看你是要丢铜板，哦，叫做十元，叫做什么？哦，叫做什么？明天看涨，人头明天看跌嘛，或是在把握嘛，也是可以呀、啊。嗯、这个没什么。但是你看我在整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波段一个趋势。我相信我至少长期下有对的几率高达80-90%，而且我都事先给预告在前面，在这边谁跟你说11月份这个月季线要翻阳，对不对？谁告诉你还会再下来，而且这一刀下来可能会打到接近连线附近再上来，结果真的打下来的破底，你太看空了，你再保守害怕不敢买的，而且那天的十月底那根长 A， 融资当天减了28亿，哦，减了之后这些融资最近这几天又怎么样？又乖乖的就追回来了，对不对？杀在这边，现在早上还在追回来。我说长期下来追高杀低会赚钱吗？当然不会啊，不会啊，是，对不对？好、哦、啊，你不要讲这么好听啊。我这边下来，我先趋势转弱，我先退场观望，我等到趋势转强，我再买回来，买在相对好、哦、起涨点，买在趋势转多的时候，买在怎么样会涨的时候。黑龙江啊，叫好听哎呐，讲一点讲白一点是看不懂行情才会这样。对，我等到会涨的时候我再来买啊，等到你会你杀在这边啊，啊追在这边，你叫做很神嘛。好、哦，其他的会的话我都不多谈，那时候就跟你讲这边是打底的，好、哦、就是打底的，公债殖利率见顶回落，股市开始涨，你看是不是从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最近开始下来，台股有没有涨？有吗？嗯，以阿战争打完了没？打完了没？不是叫全面地面战吗？
越来越严重了，没有打完。结果为什么涨？很多人那时候在看以牙冲突，说万一再更严重，会不会石油危机？会不会通膨加剧？其实我记得以牙战争开打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中讲过，此一时彼一时，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你根本都不必理它。你这一波下来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看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就是看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好、哦，啊、看的是长期，不是看短期。短期那种几乎是不动如山的、啊哦，除非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很明显出现所谓一个、哦、降息下去，那短期的利率就会跟着下去。哦、不然你看的还是在长期的公债殖利率。但是我讲过，短期的涨与跌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一个趋势。好，那回过来、哦、我们再谈第一个季线。你们看到这边为什么这边特别今天一个强调？好、哦，毕竟连涨了五天，有些投资人会开始不敢追。但是一些比较看空的声音又来的哦，反弹上来你不卖，涨了这么多点再去买，会不会追高套牢？对不对？来，当时的季线在这边开始走平，你们看到季线这三角形现在扣这边，扣这边现在在这边，不用二话不说，明天应该季线还是翻阳的。好，那你说啊，万一如果有拉回呢？季线上来这边拉，短线拉回整理，会不会季线又哪一天又翻黑，又翻回下弯？也许有可能，但是不管在整个这边短期线的季线的一个上扬或下弯，它都已经告诉你未来这个季线从这边，从今天到未来这三个月，六十天不是接近三个月吗？从今天到未来这两三个月，季线都是靠这边的相对低档，所以这条季线走平翻阳的几率是高嘛，对不对？这个很基本的技术分析嘛，你加这边减这边，一定是正的嘛。这你问小学二三年级的数学大家都会呀、啊，这小学生都懂的基本道理，技术分析没有很难，哦、就是这么简单 的什么小学数学而已啊、嗯哦，只是其实我常常跟你讲说，观念你懂的，你通的、哦，就好了。你在股票市场你会发觉你要赚钱的几率很高，不敢说百分之百，你十次至少对八九次，好、哦，但是很多投资者第一个观念不懂，第二个又无法克服所谓人心弱点，涨的时候爱追高。受不了盘面诱惑，跌的时候又怎么样？又恐慌害怕，又要杀低，这是一个最高杀低，人性的弱点，贪婪恐惧没办法克服。第二个，老是喜欢赚快钱赚大钱，对，啊、对不对？这个叫好高骛远，然后想一步登天。结果呢，往往忘了从小我们的长辈哦，你说爸爸妈妈或者学校老师教我们的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好、哦，第三个哦，很多人为什么没办法赚钱？没耐心，没信心啊。对不对？股票好的股票在低档抱不住啊。好、哦，那这些都是比较题外话讲完。很多人你会在股票上长期下没赚钱，一定有原因的。好，那我们说这是中多助涨。那从未来这两三个月季线都是翻阳的，哦，那代表什么意思？至少这是两三个月的行情，你绝对跑不掉。而且我觉得这还不一定是两三个月而已，联准会暂停升息前后到降息前后的波段行情，你好好把握，好好把握联准会暂停升息前后。到降息前后的末端行情，你好好把握啊！你不要像有一些专家又开始了，现在涨上来了，又开始赌了，因为美债涨嘛，一定有人之前看空美债啊，啊，看空美债的专家怎么办？啊，人家不是说啊，明年降息美债更会涨啊？是，这是基本道理吧？对，降息大家都懂，公债殖利率下来，是利率下来，债券价格一定涨啊。那现在开始有专家今天讲啊，搞不好明年联准会不会降息？去年人家就跟你说今年不会降息，你一直要猜今年会降息，结果你猜错的，然后人家联准会就摆明跟你讲，我明年一定明年要降息，啊，你要来再反手跟人家讲说明年不会降息，哦啊，或者说因为你觉得明年不会降息，所以股市不会有所谓的末段行情，还要继续多头多头多头多大洋的多去的，我都没意见了，好，但是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说为什么暂停前后到暂停升息到降息前后，你看这也是几个月哦。至少可预期的嘛，不会是下个月降息吧？会不会是明年一月降息？你现在这个声音还听不到，也不太可能。会不会是明年过完年之后三月降息？可能目前还不一定。对，至少可预期的，你这两三个月之内，你绝对听不到联准会降息的声音。我个人也是认同这一点。好，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应该会在高档震，哦，或者慢慢的盘跌，要么高档震荡做头。哦，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要么高档震荡做头，听清楚，如果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在高档做头，那代表美债的 ETF 会是在低档怎么样？区间震荡打最后的打底。是啊，如果说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是开始盘跌，
因为已经市场已经开始要预期明年要降息了。你知道这个市场，这个所谓的股票市场、股债都一样，都有一个事先反应嘛。我已经市场开始在预期你联准会第一个不会再升息，升不了息了。哦，因为你看现在哦，除了十二月十四号升息的几率已经降为10%之外，连一月份联准会升息的几率都目前都剩下15%了。是，哦，那如果联准会不会再，已经几乎不太可能再升息了，然后预期明年要开始降息，哦，大概快则第二季，慢则第三季一定要降息了，那美国公债殖利率一定会事先反应下来，这是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领先反应嘛。嗯，所以如果你问我，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不是在高档震荡做头，就是慢慢盘跌。但是听听到是慢慢盘跌，嗯，我没有跟你说急跌哦。嗯，慢慢，所谓的慢慢盘跌，就是我急跌可能跌个几天，对，它会再反弹上来。是，但反弹可能又无法创新高，或是在就算再创新高，就高档做头，然后之后再下来。对，好，哦，那这个就是几个月时间，你做股票投资，你这几个好好把握。其实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不是现在从低档上涨了快800点，我才跟你讲这些话。哦，如果你今年这几个，今年到现在为止真的没有在股票上赚钱的，特别是你过去这三个月，这一波从16700跌到整个15900多点，这三个月尤其是在 AI 股亏到大钱的人，嗯，你好好把握未来这几个月机会。哦，错过这几个月，我跟你讲，你不要让联准会降息，哦，我跟你讲，降息之后你想在股票上全力做多赚钱，怎么样？事实告诉你，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对，懂得。这张图我送给你啦。嗯，美国的 FED 的走势，台股的加权指数，啊，哦，这个这张图里面，其实这个光 FED 的利率走势跟台股的加权指数的变化，我就可以为什么就可以？你从这张图，你只要看，就已经很清楚明白告诉你一个事情：为什么暂停升息前后到降息前后还是做多？这但是这个叫做末段行情。这不是我掰的啊，也不是我自创的啊，因为是事实，过去历史经常告诉你啊。好，啊，再来就降息的，如果确定降息下去，好，啊，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图过去历史经验都很清楚告诉你。啊，同样道理，好，大盘这边 OK 的吧？拉回还是做多？结论就是拉回还是做多。好，目前股市就是拉回做多，但是你要买，第一个要买对股票，嗯，第二个你要懂得换股，嗯，选股。重要，要买对股票，换股也很重要。你要高档股票，你不要乱追的。有的高档股票你要卖的，你要买低档的。对，哦，你要买低档，你要高档的要记得舍得卖，然后要切记不要追高。哦，这句我要讲，等哪里讲？投资人就是这样，涨上去老是在追高，嗯，也许还有高，但是你追了之后会不会跟七八月的 AI 一样，追高最后严重惨遭套牢？嗯，高档的不要追。有的要舍得卖，低档的要怎么样？要敢买，真的，真的低档的要敢买，弯腰捡钻石，道理人人都懂，道理人人都知道，这是最轻松、最简单的赚钱的方法。但是真的叫你弯腰捡钻石，对，如果不敢怎么办？腰弯不下去，对，不敢怎么办？赶快找老师，他找我啊，帮忙一下。对，那其实这张图还有一个叫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嗯，这图头赶快你也看有，你会去担心什么？美国下个月要财政部要发债吗？嗯，你会去担心什么联准会再收缩资金吗 ？QE 结束再回收资金吗？你会担心中国发卖债吗？你会担心未来这几个月美国经济数据时好时坏的变化吗？经济数据一定是时好时坏嘛，总不可能一年十二个月每个经济数据每个月都不好啊，嗯，或是一年十二个月所有经济数据不好，有的好有的不好嘛，嗯，时好时坏啊你，那个公债殖利率短线的震荡，嗯，我想那个都是影响短线，你信不信啊？美国再怎么发债？都只会影响美国的公债殖利率的短线，中长线你还是要看这个 FED 跟这个中长线还是看这边。好，哦，啊，明明如果是中长线，你还是回过来看这个。你说美国财政部要发债，谁怎样联准会还在卖债收资金？没差异。我直接跟你讲，你根本都不必理会它，你只要看得懂这个就好。啊，这张图就事实就摆在眼前告诉你呀，啊。对不对？事实我就跟你讲，反正最简单的、最简单、最简单、最准的方法，最具有参考性的方法，你不用，你老是在那边学一些有的没有的，舍近求远，真的啊，简单的不学，老是花钱、花冤枉钱、花大钱去学那些听起来好像很专业的一些、很复杂、很专业的一些所谓的一个观念理论，结果重点是你也是看错、做错没赚钱啊。
看得懂，所以回过头来吧，美债的部分，我刚刚也讲嘛，可能短线会高档震，好、哦，美国公债殖利率高档震或者说盘跌，所以我的做法，我个人做法是提供你做参考，连续急涨我不追，但是只要有下来整理，我就分批买，哦，可以吧？美债 ETF 你要一倍两倍我都没意见，急涨不追，但是只要下来，这个下来不管会不会再破底，我都不管它，只要你敢下来，我就一定站在买方。好，我一定就站在买方，除非你联准会降息降到4%或3.5%以下。好，也许4%，你说买可不可以？可以的，3.5%以下买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至少那个利润已经小了。你要等到现在5.多%不买，对，联准会利率现在5.25%到5.5%，5.25%你不买。你非要等到看到降到4%或3.多%，或看到降到2%，你股票崩盘赔大钱的时候再来卖，认赔股票来买债吗？还用修班呢？对，哦，啊，国泰美债今天再跟你做补充，预计在12月份，哎，晶晶，你的下个月还会再配息一次，哦，因为为什么这个十月配完，12月还要配？因为明年要改为3.69%配息。它本来是2.5%/80%嘛，对，2.5%/80%是。但是因为它要改，所以12月再升再配一次，而且因为它12月多配一次，所以你会发觉它的最近这两次的配息金额稍微少一点点，是有这个原因啦。是了解。哎，但是只要是十二月再配息一次，然后改为这个，我没有改变哦。你看，已经涨了将近7%。包括股尾，你很多股票最近才涨不到7%。对，而且它就算配息再少一点，但是也比定存好。都比定存好，平均3-4%跑不掉，4%上下跑不掉了。哦，那美债部分，我想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哦，明年再洗，看的我个人看了，你要赚做6.9%，你要做一些调节，我都没意见。嗯，但是我看不是这绝对不是这6.9%了。哦，我跟你讲，你如果说哦，最近看到美债真的涨了，哦，信杰老师你讲的五秒真的会涨了，嗯，大家之前都在看坏美债，只有你说会涨。嗯，我想好戏是在这边了，好戏在后头哦。哦降息之后，哦，不要连准会喊降息，哦，那降息就主升段了，哦，就是美债主升段降1%，美债涨16%-17%，真的，哦，降1%，美债涨16%-17%，所以听老师这样说还有人想做当冲吗？对不对？啊，你降1%等于美债在16%-17%，你看这5%要降下去都通常历史怎样，你不要说什么联准会预期的什么合理的中性利率在3%、2%，明明就感觉每次一降就是降到1-0的，每次都是这样子啊，每次都跟你降到1-0啊，啊，你要心存侥幸，我是没意见的，啊，哦，啊，这个讲完了，回过来我们就要谈，就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在 AI，你记得这几天我怎么讲？3个月前我是苦口婆心叫人家不要追，大概天天很多分析师跟网友在骂我们什么？看不懂 AI， 不懂哦，不懂哦，你没买哦，为什么不买？对，为什么看坏？对不对？当初我跟你讲的，所有事后都对的。你看我事后之前跟你讲，我说你不要买 AI，请你去买42.5块的华通，结果人家涨的，你要买 AI 买华通，8月你要买 AI 吗？还是买华通？对不对？那时候人家买 AI， 我跟你讲，你要买国巨。起码打开的被动元件，最近你应该听到很多专家在跟你讲被动元件吧？现在终于听到有那个其他的有台的晚上财经节目来宾在跟你分析被动元件的吧？奇怪，2-3个月前怎么没人要跟你在节目中分析被动元件？起码都来啊，起起你大家都有啊。可是你看现在在喊被动元件的分析师。你去看那3个月前有没有叫你买 AI？ 有没有？现在在喊被动元件的人，你看这3个月前有没有叫你买 AI？ 对不对？然后这3个月反弹，我叫你卖。你看，就算今天 AI 伟创今天大涨，快涨停板嘞。啊，就问你买加解套没？追在那一天涨停板的解套没？还没，对不对？技嘉今天盘中也大涨，买在2.9几的，不要说买在3.7、3.8的，2.9几的解套没？还没。我们10月初再买微钢，集体上来了，我们没兴趣的。现在大家在被动元件，大家在什么记忆体，在什么 IC 设计？是。我回过来看，
跟上。你看我那时候还跟你提醒，会不会这个月先赚到钱的，一定有机会赚到钱，叫做 AI。结果我有啊，警规刚刚跟你说吗？有。这个月应该80%-90%可以让你弯腰捡钻石的，会不会就有 AI？ 要挑对 AI， 对不对？所以回过来，我那时候跟你讲什么？十月底看你要抄底。嗯。这个月初就先来18块了。对、啊。月初就先来的、啊。嗯。结果又下来了，又下来破底的，因为第三季财报不好，破底那一天，我们跟你讲，利空出尽，要买。嗯，那你看我前到你去看我昨天以前的节目，这几天的节目，对，昨天前天我怎么告诉你？如果你三个月前相信我的人，你这一波 AI 下来你会不会重伤？你没有任何一张 AI 股会套牢。嗯，你过去三个月你相信我的人，你不仅没有 AI 股套牢，你还可以怎么样？买其他股票赚大钱，对不对？事实嘛，你过去三个月前你相信我的，你 AI 不会追高套牢，你还可以买国巨、买华通来赚钱，买威刚赚钱。好，那我说你三个月相信我的人，你避凶没有在 AI 最高套牢，你趋吉你在国巨华通威刚赚钱。我记得到昨天为止，昨天 AI 涨了没？起了没？压没哈？昨天都没有涨哦，不要今天涨，大家都喊 AI 啊，之前套牢的人也开始讲了，嗯，哦，要讲在前面，要讲在前面。我这两天，我昨天还有没有跟你讲，三个月前相信我的，你避开 AI， 三个月后的今天，请你再相信信吉老师为止，跟我抄底买 AI， 有没有？有。我昨天没跟你讲，请你再相信我一次，跟我抄底买 AI， 这款多218块，不要说你买到215最低啦，哎、欸，这个价钱218.5可以吧？哎，赛呗，嗯，可以，可以吧？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最近这几天有没有天天有220以下让你买？我不要说你都跟我们的什么某某会员一样买到215啦，216、217、218.5，这张图都有218.5，你看了两天嘛？11月6号哎、欸，嗯，今天11月几号？今天8号哎、欸，8号。昨天我还是给你秀这张图啊。对。那、啊、你说昨天有没有？昨天还有没有220以下？有没有？有，一定有，准有，准有。我想连续我跟你讲完之后，这几天每天都有220以下，今天23了，真的，对不对？你只要有买的人都赚钱。敢买都敢都一定赚，而且赚得很轻松，弯腰捡钻石。好，那现在来的 AI，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第一次回撤，你一下至少反弹到7000到半年线了。所以你说短线或许会有震荡，但是波段一定还要高。我不要说右肩拉到这边哦，我也不要说什么 AI 大商机，十年大商机哦，哦什么以后还会再创新高，以后会不会创新高，以后的事。我跟你讲，你至少看得到，一定赚得到的。你对家起啊家啦，你换几十块。你看一张几十块，一张赚几万，你一张可以赚几万，你十张可以赚几十万，对不对？嗯、但是呢，今天盘中是大涨，我在今天盘中，我有没有在 FB 股市群会？我有没有在 Telegram？ 我有没有在 Twitter？ 今天盘中的讯息告诉你哦 ，AI 组大涨怎样？嗯，卖掉，大涨不追、嗯，你不要追。你说明天再拉看戏，我要 你只要敢短线再往上拉，我搞不好会怎样？嗯、我坦白讲，我先获利出一半、哦、不一定会全部出、嗯。为什么？因为离基本的目标价还有空间。那为什么这个技术分析第一次回撤年限至少季线到半年线一定让你看得到？这80%的几率啊！股票你做股票，你就往80%的几率的方向走。然后我大家讲一声啊，亏败，运气不好输掉，你只输钱的几率只有20%，但是你赚钱的几率长期下80%。我相信你长期一定会赚钱。嗯，我相信你长期一定会赚钱。这个我就举过例子的、啊，这不是右肩，但碰到年线有反弹，碰到年线有没有反弹？有没有过季线？还稍微越过季线？啊、你过季线哪天过季线哦，就站上所有均线看多的时候，你不要又乐观了，又跌下去。这个长龙有没有站上所有均线？有没有碰到季线又跌又涨上去？有没有过季线？对不对？台积电有没有碰到之后拉上来创688历史新高之后开始？崩盘跌到370，所以哦，我今天为什么回来说加起基本价了？搞不好你都还有机会越过去的。是，但是我们必须讲上面的冤魂修追，啊、哦，冤魂比较多，所以他会不会直接这个几率比较小？是真的，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几率直接上去呀、啊，这个几率比较小，嗯，所以他可能会涨涨跌跌，哦，涨涨跌跌。那如果未来是涨涨跌跌的话，大涨不追，拉回量缩可以买，但是这就是人性的
大涨，今天大家都想追，拉回你一定会再看，对，不敢动。所以你要有信息老师的盘中的讯息。所以 AI 族群，不管是广达、技嘉或你说什么伟创等等也好，啊、哦，短线拉回的买点，啊、哦，还有这档股票今天收一下好哦，这档股票越接近连线附近，你去买它风险越低，利润越大。啊、哦，这档股票因为时间关系，明天我们再详谈这一档，好不好？嗯，啊、哦，但是我原则操作原则有告诉你哦，越接拉回越接近连线，你去买它风险越低，啊、哦，利润越大。那如果想把握这一次AI 族群，嗯，右肩反弹的这一次的拉回的买点，投资朋友们，好、哦，欢迎你跟着细杰老师脚步一起来操作，好吧？谢谢大家。好了，非常谢谢细杰老师哦。就是如果在这个操作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疑惑的，记得赶快请专家哦。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会了，拜拜。